假面还有大蒜。可以可以，那个面的你就是我要 super 好，我要 super 厉害，两个啊，巴厘卡啊，果硬呢？果实。那是四张最硬。怎么样？你的粉子。是不是有在吃那种鸳鸯？那个字你在上面过后，稍微有一点软，可是又有一点脆脆硬硬的那种口感。虽然大蒜的那个刺激会让你的嘴巴里面残留一整晚。你是讲我把挤进去然后搅拌？这个硬的也不错，是嗯，这次就 soft 的 soft 的，嗯，这个是看得出软的，抓起来那个触感。你要讲能吃多少那个面？我觉得这个就应该够了吧。它有分 really hard hard 还有什么 normal soft。这么快就喝完了，那水还没有自信。